我希望所有的同学哈、啊，都能够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来上学，然后呢，欢欢喜喜的用功读书，然后长大了可以报效国家。谢谢。同学，学习成功，如愿如意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欢迎来社大，希望这里是一个开创新生活的起点哦，耶、！希望能够做一些动手做的一些操作，看一下国际的实况机。在社区营造的人来看，想推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那个概念，但是一直没有推成。好，各位老师，你们已经在做社区营造，然后所以其实社大已经变成民间自发性的变成一个社区营造中心了。晚上越来越有精神，越有活力，加油！我们听了差不多有十团了，你看，很好啊。今天参与的人很热心。你看别人没有，身上没脏，就我身上最脏。1996年就是那个鹤舞台风啊，我家也淹大水了，淹得很惨的。对，所以我们在想瓦窑沟哦，我想大家都会有很多的愿景。那个地方在民国44年左右，也是特别性委员会在那里哦挖掘到，也是有食品遗址。是一条可以沿河散步的河流，它还缺些什么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努力，然后让这个沿岸的地方能够有一条是这么样的河。希望大家借这个活动能够更关心自己的环境，去感觉，去体察，去观察，提出一些事实的语言进言。那这一次我拍的是那个秀山国小的围墙，这个让我很感动的地方是，学校把老旧的围墙拆掉以后，他愿意退缩，让人行道加大，然后把每一个直角转弯的地方都改成弧形的造景，而且有各种造假，让更多的市民来关心我们的双河，同时打造成为一个生态的城市。说起来很不容易啦，因为这么拥挤的地方，到底要怎样去变成生态城市呢？用功读书，然后长大了可以报效国家，谢谢各位。